你又有冇试过记忆同现实接唔上？闭上眼睛，现实与梦境交易，从头来编写。你与我相识，才未准。有时候你会见到某个人，好似喺边度见过。有时候你会遇到某件事，好似曾经发生过。所有嘢都好熟悉，但你点都记唔起任何细节。有人会话系 déjà vu 令你记忆错乱，有人会话系曼德拉效应，可能系平行时空。但系无论发生几多次，经过咗几耐都好，始终都冇一个真正嘅答案。心理享生活，一个以心理学同埋生活品味为主嘅 channel， 大家记得订阅、like 同 share 我哋啦，下次见。